当女星何天儿因为精致长相被网友封为翻版黎姿，平时经常会和网友互动的她近日却被发现消失近两个月，让粉丝们相当担心。日前她也发影片透露自己罹患了第七条交叉神经线问题，导致出现面瘫状况。其实就是你的第七条交叉神经线出现了问题，而导致你的面部肌肉是不懂得动的。我这个 case 呢就发生在我的右边面，那只眼是突然之间完全眨不到，鼻哥窿这个肌肉呢不懂得收缩，包括你笑的时候这个嘴角都是不懂得。他透露一开始吃早餐时舌头仿佛被薄膜包覆，第二天右脑后方持续阵痛，第三天右眼有肿胀感，到第四天上唇开始没感觉，就连他买了豆浆也都只能斜着嘴喝，感觉很恐慌，于是立刻去医院检查。经过针灸、吃药等治疗后，他的状况好转不少，但详细病因还需进行骨髓检查才能确定。中医则告诉他，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影响免疫力而导致神经系统受损。好在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还借此经历提醒大家，发现自己身体异常千万不要延迟治疗。我都算好好彩的，现在都叫做好返晒，之后都会跟大家分享我在这段期间除了吃西药之外啲针灸之外怎样可以帮到自己小病小痛都好啦，都可以好快地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做嘢几辛苦都好，都记得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好啦，我们下条片。